接下来有请美国杂技协会会员、世界著名的手技表演艺术家、中国国家一级演员 Aletti 为您带来精彩的手技表演，有请 Aletti。来来，你先生手上的这个动作是非常非常的快。非常的潇洒 ，Aletti 的本人呢长得也特别的英俊啊，大家看一下他，长得非常像电影里的007 James Bond。一会儿还有个007 James Bond 的动作。就有007 James Bond 的动作要产生了，来了007 James Bond。小心小心小心啊，现在我给 Aletti 先生再增加一点难度，再给他加两棍，他的手上呢现在是五个棍了，动作呢要越来越难喽。掌声鼓励，继续。Aletti 先生，现在我再请他的换一种表演方式带给大家。请欣赏俄罗斯方块。哎， Aletti 先生现在扮演的角色呢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，在盖高楼大厦。非常认真，
安兰迪先生现在从建筑师又改行了，改为了一位音乐家，在演奏手风琴阿秋莎。安兰迪先生现在额头上出了很多汗，那当然了，他的手上也出了很多汗啊，希望安兰迪先生能够坚持到底。哎哎哎，别开小差，继续。出了很多汗，手上也有很多汗了。坚持坚持啊，来给先生，咱们来点掌声鼓励一下。好的，啊，来李先生，现在能不能来一个难一点的动作啊？来吧。好，这个动作不够难呀，再来点难的动作好吗？来，好的，好像这个动作还是不够难，再来一个。掌声鼓励，坚持一下，来迪先生，最后一个最难的动作，来，准备，开始。好嘞，谢谢阿兰迪先生，非常感谢，请大家用掌声一起来和阿兰迪先生拍拍手好吗？谢谢谢谢，来听先生。